苏碧阿姨，谢谢你总是在等我们下楼的时候才来帮我们关门，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很担心我们的安全，然后到楼上来看我们有没有在走廊上面乱晃，或是还有没有待在教室里面。然后你有的时候也会在楼下看有没有家长来接小朋友，然后你都会到他们班上去提醒他们，跟他们说他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们的。然后也谢谢你常常在学校种的一些很漂亮的花，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，心情就会突然变得很好，然后这都是多亏你的功劳，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好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不用等太久。然后我要毕业了，希望下次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你在学校里在帮花儿浇水，然后我永远爱你，妈。